四就要设成一，两五四九设成一。好，然后这个连线过来之后，就算是这个，就是这个要照着他的手册去做。手册的话就是。要找这个就行了。这个两线式，两线式的话这样接，是要把这个接起来。OK，然后它的 port 的那个在这边，这边就是一到八嘛，在这边主要是这个东西。好，然后就是要接这个东西，这样接过来。OK，这孔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做这个。首先，装置管理员要看一下是 COM 四。COM 四的话，打开的话，然后这个选择，这边 COM 四，接下来就是。这个 auto yes，这边就有读出来的。Thank you.